在二十七祷告当中，神常常感动我为教会的事情特别带祷，而当我看到神真的动工在我所带祷的事情上面的时候，我就会大大的感谢，因为是神亲自在我们当中做工。而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我也经历到了许多的神迹，譬如说我在学校的生活开始有了翻转，过去我可能不想上课，或者是很懒得做事情，如今我在学校当中不仅会有好的成绩，而且跟同学、跟老师还有家人的关系也更加紧密，将一切荣耀感恩归给神。